在搞什么？你有去你家之女大生篇，哦耶！因为我们上一集实在是太受欢迎了，是近期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列，挖掘了一个辅大奖有播，所以这一集我们要去女大生家。对，这一次我们要去偷看他们的睡衣长什么样，而且我们没睡好哦，睡觉提前准备，就是趁裸。裸睡，好了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。走。耶！为什么没大声家？因为这里看起来很高级，高级住宅要小声讲话。对啊，我们先去看店里，走。好豪华哦！哦，你是两人房，对，都是跟朋友住。那你跟男朋友住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说啦，你有男朋友啊？不能说，好，我不会说，没有人知道。那个应该是他的，有小兔兔的。对，你是这是运动型的耶，这感觉很男生桌子耶，对啊，而且你看这个，这是电竞的那个耶，哎，这里有化妆，理工理工。宅哟。有没有香味？你觉得有没有香味？我觉得他房间算蛮香的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有那个就是没有洗澡不能上床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吗？啊，姐姐，不是我洗，我好累哦，今天好早起啊，好晚睡，好累哦，还要先睡一下。哎，还有一个卫生纸，啊，还有什么？放这么多枕头是为了什么？没有，就没有什么，一坨不明的卫生巾，那个是鼻涕，应该是鼻涕，是鼻涕，应该是应该是，就是他全世界最脏的，就是他床上的枕头后面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你的那个小兔兔，然后从国小包到现在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你的抽屉吗？抽屉吗？哎呦，哎，他的抽屉其实是整齐的耶。哎哎哎，没有啊，没有乱啊，是女生。这还好，我觉得这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我觉得就是折好，然后就是在找衣服的时候没有收好。但是我通常我告诉我有个特别技能，就是我可以这样摸，就摸到我要的衣服。我记得衣服的触感很强。我想问你平常都穿什么睡觉？还是有裸睡？有室友不会啦，真的吗？穿小有室友小背心，就是这种，然后还就是刚脱掉，是不是？还热热的，热热的。好高，我想吃汗。啊，你下半身没穿。哦，对，下半身嘞。内裤。天哪！大家自行想象一下，睡衣穿睡衣。对，你们可以一下，马赛克，马赛克，笑一下这样。我就是想这样睡觉的哦。今晚等你哦，哎，不是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很小声，因为我们来到了真正的宿舍。好期待哦！开个门。现在大学生都住这么好的宿舍吗？这个还蛮干净明了的哎。哇塞，他是妮妮粉丝哎，超多的。他连桌面都是干净，他太夸张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连零钱都这样。哇塞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3D 列印。3D 列印。它是电子什么？电子工程器。所以它会用3D 列印的。这是你自己印的。嗯。好强哦。这很适合放在桌上。然后你要去洗衣服的时候，你可以拿10块。哦，因为你们洗衣服是投币式的。宿舍这个很好用，这夸张，超整齐。你有没有偷偷收？这样排列太夸张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偷偷收的。哇，娃娃有娃，这应该是假娃娃机假到。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这是很可爱的胖达，胖达。哇，电到吗？没有，我比较在意。好香哦。香什么？好香哦！我们真的去上次那张表拿出来，有没有舒适干净的衣服？可以。有没有挂轴？好啦，理工科男生的房间长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来检查看看。这衣服呢？它是干净舒适为主啊，宅男。然后还有海报挂轴，有海报挂轴在桌上。好啊，这个是我的衣服。好，有这穿在身上呢，正穿在身上。好，有没有戴眼镜？有。桌上都是小零食，囤积的零食，还有那边泡面，还有干净的电脑桌布，画的干净整齐。我边缘女改造计划，这是跟小说、轻小说、轻小说、轻小说，有，还有少年营养师，没有，边
我们理工宅。对了，他已经到达我们理工宅的标准了。那今天的理工宅男生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我们要问你一个最严肃问题，嘉玲，你睡觉穿什么？我睡觉穿睡短裤 T 恤啊。啊，宅男呢、啊？这个就是嘉玲睡觉的时候会穿这个样子。然后裤子换了就可以出门。对，就是舒服为主嘛，对吧？舒服为主，对，就是理科宅。那我们很感谢嘉玲今天愿意让我们来潜入大学生宿舍，这是真正的大学宿舍，真是女生很难得。耶！我们要去101的嘉乐，对，他是辅大经济系，听说以前读过华冈艺校，希望我没有记错。哇塞，那我会不会看到他类型应该是有缎面睡衣？我觉得他会有蕾丝缎面睡衣。我觉得他应该不穿。不错，男生都想闻。啊，糟糕了，狗狗！怎么了，狗狗？在家也养这个哎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原来可以养狗，是不是可以养狗？哦，对啊，这边可以。哎，她真的是一个会打扮的女生，爱漂亮女生。因为你看这边，你看各种造型哎。哇哇，你是本身有在，他感觉有在直播，这太多了吧，这夸张直播道具哦，分享你的翅膀，哎，你比较适合，我比较适合吗？哎，我觉得你很适合。哇，你要起飞了，好诡异哦，在干嘛？为什么我在这里啊？哎，你看他背原子有这一系列，哇，天啊，这里都是娃娃哎，快，太夸张了。第一次拍摄的时候，边拍还可以边玩狗，它好乖哦。欸，如果是我家狗，我就直接咬下去。它是专业直播主哎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电话号码。放一个什么吸音海绵呐？我的妈呀！哇，就是怕吵到别人。对，很吵。我之前住的地方都被吵。这样真的有用吗？有差，有差蛮多的。那我要一个吸音海绵。哇，这个灯，按下去，哇，它可以调颜色。好帅哦！而且这可以放手机耶，还有这个混音的麦，给我看，它真的很专业。这个麦克风多久？很久了，你忘记了？哎，你刚吃饱是吗？哦，对，我刚就闻到一阵香味，原来是这个。我刚才想说你们会晚到，所以我就去买东西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吃吃看女大生吃过的东西，跟平常我们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呢？好，那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，拜拜。就很乱啊，还好啦，但是我都觉得这种乱都不是真的乱。我觉得这算整齐的，对我来说。好，请问你睡觉习惯裸睡吗？我都还是穿大大的 T 恤，丝绸。可恶，我穿错了，我应该要穿 T 恤。好，那就不穿裤子。哦，就不穿裤子。原来女大生现在都不穿裤子，下面就一条内裤这样子。Hello Kitty 的被子，那我们可以上你的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真的吗？不怕我们脏吼？不会。好，那我们要。你单身吗？对啊。单身，真有。就是如果喜欢他的话，欢迎他的 IG it 01。好啦，总之我们就先谢谢你。对。恭喜大成功！好的，今天看了两个女生跟一个男生的白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上一集的东西移到这集拍，可能上集时间不够吧？对，可能上次没有办法拍，然后移到今天来拍。总之，女生的房间真的都香香的，真的，而且非常的有狗味啊，然后洗衣精味啊。如果有想要看什么特别的房间的话，也在下方留言处告诉大家，然后说不定有机会我们就去找那个房间。希望可以有人住地堡，我想去看。我也有点想去看了。有钱人的家长什么样子？对啊，这辈子没看过。那记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这支影片，就有机会抽到搞什么的超级大礼包。超级大礼包，没错，我们升级了超级大礼包。耶！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呀，飞上来。没有，狗就这样。
月饼，太多了吧？为什么下面有月饼，上面有月饼啊？我不喜欢，你不喜欢太运动的，不然你喜欢哪一种的？如果很胖跟很壮，我比较喜欢很胖。啊，哇，喜欢胖胖型的，就是喜欢有肚子的，嗯，哦，喜欢肉感的男生，抱起来比较舒服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